is me. Heartbeat, why does a love kiss stay in my memory? Fiddly pat, I know that new love thrills me. I know that true love will be. Heartbeat, why do you miss when my baby kisses me? Why do you skip when my baby's lips meet mine? Heartbeat, why do you flip, then give me a skip beat sign? Fiddly pat and sing to me love story. Is me.豆丁啊，我马上开始上课咯，稍等一下，可以把琴拿出来先练练啊。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叫讲大河岸。我们现在听的是 Pearl Jam， 非常有名的珍珠酱乐队，嗯，然后也是他最有名的一首歌之一了，嗯，然后我们先听听歌，等七点准时上课。Hello， 晚上好。
Hello，Hello，陈儿，还有陈芬啊，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上课喽。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吉他中级进阶课的第十节课啊。今天我们学根音在六弦上的分闭和弦 F 大横按。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学了根音在五弦上的分闭和弦啊？是 BM 横按啊。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另外一种啊。我是徐老师，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Hello， 晚上好啊，可以看到我的鼠标吗 ？Hello， 练分之人啊，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发一个一啊，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讲课喽。可以拿起吉他，大家要记得在上课前早点来啊，然后把吉他的弦调一调准。好，看到大家回复了，那我们就准备今天的内容啊。我们每次上课前都要说一下啊，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个中级课讲了些什么，要讲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今天我们学完 F 大合按啊，我们的课程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啊。那学完这个 F 大合按，我们理论上应该是把 C 调和 G 调所有和弦都学过了，那我们也得会推导其他和弦的横按的压法，比如说 D 和弦、G 和弦这些，在高把位的大横按该怎么样？今天学完，大家应该也差不多明白了啊。那我们现在是直播课程啊，大家在之前练习的过程中，或者有什么不会的，都可以随时来问啊，我们有效的互动。那如果实在来不成，可以来看回播啊，回放啊，直播回放。那录播课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作业要按时完成，4月26号之前要交的 M 站上，我会给大家点评的。好了，那还是说今天要学的内容吧。其实今天要学的点不多啊，但是还挺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学 F 大横按的压法，上节课我们学了 BM 大横按，对吧？比较简单 ，BM 大横按在横按里面算比较简单了，因为它只需要用我们的一个手指压两根弦，虽然是横按，但是同时只用压一弦和五弦，还记得吧？啊，待会我们会复习一遍的。那今天我们会稍稍难一点 ，F 大横按，它需要压更多的弦。好，第二呢是掌握 C 调和 G 调的和弦，我给大家捋一遍，顺一下。学过了两个横按以后 ，C 调和 G 调所有和弦都应该会压了。然后我们再推导一下其他的这些横按的压法。最后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唱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 Hey Jude 啊，大家应该都听过。只要是 Beatles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乐队了，没有之一啊，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乐队了。那我们来学这个乐队的最有名的一首歌之一啊， Hey Jude 啊，也是在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里大家大合唱的啊。然后保罗麦克特尼他每次演唱会基本上最后一首歌都会唱这首歌啊，然后全场大合唱。然后这首歌的意思歌词我也会给大家来翻译一下，大家来听一听啊，很有意思。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节课我们学的这个BM 大合按。 Hello。好，大家如果看到如果有点卡之类的，那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 WiFi， 或者是刷新一下页面试试啊。好，那我们看左手第三个，这是 G 大调的自然音阶啊 ，G 大调的瞬间和弦啊，由自然音阶推导出来的瞬间和弦。第一个是 G， 我们下面这些阿拉伯罗马数字，罗马数字是它的级数。从一级到六级，那 G 调的一级是 G， 二级是 AM， 三级是 BM， 四级、五级、六级。我没有烫头，我是剪了个头，我并没有烫头，理了个发而已啊。好，那记住这些一级到六级它的顺序啊，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我们先重点的来谈一下三级啊 BM 和弦。我们说 BM 和弦它的根音是在五弦上的啊，是根音在五弦上的大横按。那大横按大家应该都会看了啊，那这个横线就是这个箭头指在哪儿，就压用食指去同时压在哪个弦上啊，它同时指着从五弦到一弦，所以我们的食指要从五弦到一弦一起压着。那这个和弦六弦就不用弹了，因为它是从五弦开始向下压的啊，六弦就不用弹了啊。但是六弦你要用我们左手的食指把它顶住，大家仔细看，
六弦要用左手的食指给它稍微的这上面顶一下，但是不要压住啊，压住它就会发出声音，你把它稍微顶一下它就不会发出声音了，就会有这种制音的效果啊。所以左手你压 BM 的时候可以拿食指把六弦这个和这个弦这根弦把它碰着顶着啊，它这样的话就不会发出杂音了啊，就等于制音了。那制音在之后的学习中也很重要啊。嗯，我也给大家举过例子了，比如说我向下扫，我只能听到，我只想要一个手指头发出声音，我只想一个音发出声音。啊，那怎么做到的？就是左手的制音呢？现在先慢慢接触啊，先是拿食指去把六弦制住。好，那其他的手指按着 AM 的这个指型，大家还记得吧 ？AM 推导过来的。啊 ，AM 是这样压的啊，我只是换了三个手指啊，把这三个手指的 AM 换成这三个手指压，然后拿食指一起向右推过去啊，压在五弦上，这就是 BM 和弦。它弹的时候要从五弦开始弹，五四三二一。好，那大家这个和弦怎么样压的？下面几根手指头，然后它压的时候呢，它大横按并不是说食指一定要垂直的这样压下去啊，并不是说要完全是这个指腹的地方啊按着六根弦，这样的话是很难发出声音的啊。可以稍稍的向左偏一点啊，向琴头这个地方偏靠一点，然后靠近这个品丝，靠近品丝一点啊，然后重点呢把力量集中在五弦和一弦上，那下上面三根二三四弦呢就由后面的三个指头来管理啊。好，那这就是 BM 大横按。好，应该大家都压出来了，那我们就按着这个和弦，你按久了可能会手痛啊，按着和弦弹一下基本的五三二三一三二三的这几个节奏，先是五三二三一三二三吧，二三四。五三二三一三二三，好啊，然后再来换一个节奏型，一二一起弹，这样。好，基本上多去弹一弹这个和弦，然后就不能把这个和弦掌握了，好吧？那我们现在把这六个和弦都顺着来弹一遍啊，一级 G 和弦，根音在六弦上，二级啊，还我们再看哪些根音在六弦上的，哎，怎么跑了？画一下，根音在六弦上的是 G 和弦 ，EM 和弦分别是一级和六级，对吧？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啊，只有一级 G 和弦。六级 EM 和弦根音是EM 和弦根音是在六弦上，一个是再复习一下 G 和弦是骚 ，EM 和弦是咪啊，骚咪。好，我们说完根音在六弦，那说根音在五弦上的 AM 根音在五弦，然后顺着 BM 根音是在五弦，再往后 C 根音在五弦上，所以它的根音分别是。AM 是什么？拉西刀，拉西刀这三个啊，我就用这样来标示啊，根音在五弦上的。好，那最后一个 D 根音是在四弦上。那就这么分类分组去练一练这几个和弦啊，然后去记一下它们的级数，把它一级和六级一起记，根音在六弦上。好，然后二级、三级、四级根音分别是慢慢的在往上移啊，啦啦西哆，啦西哆，啦二级西，三级哆，四级或者 AM、BM、C。二三四
思啊，脑袋里都要去想这些问题的啊，想这些的。所以说其实学音乐是一个动脑筋的过程，那并不是说你就是纯靠练技术啊，其实练脑力是非常重要的啊，要动脑筋是很重要的。好，还有就是右手大家这个大拇指啊，一定要不要放在后面啊，不要这样抠，要放在它这几根手指的前面。好，其他要倒还好，没有什么太多要注意的地方。好，那这个和弦大家怎么练的怎么样啊？ BM 和弦，那上次我们还说了 BM 和弦除了根音在五弦上能弹 BM 和弦，根音在五弦上还有很多其他和弦，比如说 DM， 比如说 EM。 所以 EM 我们可以这样压 G 调的六级嘛， EM 又是 C 调的三级，这个应该要马上反应过来啊， C 调的三级或者是 G 调的六级，然后 EM 也能这么按，只要找到 Do Re Mi Mi 这个音为根音，它就是一个 EM。 嗯，上次我们也推过啊，这是米拉米拉 Re Sol Si Mi Mi La Re Sol Si Mi， 这几个音大家要记住啊，空弦的音一定要记住。然后五弦不是拉吗，米拉拉的拉到西，然后这是 Do， 然后这是 Re Mi， 所以这个五弦的五六七五弦的七品是E 啊 Mi Do Re Mi 这个音，然后顺着压这个 BM 和弦的指法，它就是个 EM 和弦啊。然后通过这种方法大家可以推推其他的，这是 EM， 这是 FM， 比如说这就是 DM 啊，就这么推的。La Si Do， 这是 CM Do Re DM Re Do CM Do Si BM 啊，只要根音是啥你按着这个指法它就是什么和弦。嗯，而且是这个的小和弦啊，比如说这是 B， 那它就是 BM 和弦啊，因为它是一个小和弦的小三和弦的压法。那大三和弦压法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还没有学到啊，不用学。要知道这种压法都是小三和弦推导出来，也就是它的和弦后面都要加一个小 M。换的时候太慢了的话，那就多总结一下，慢慢的换，看看有哪些手指可以保留。嗯。比如说我们在歌里面看吧，比如歌里面它是 D 换 BM， D 和弦啊，压手以后 BM 就是食指上去压去找五弦就可以了啊，压着五弦，然后剩下几个指头压分别压二弦三弦四弦啊，所以它的一个压弦的顺序是先是五弦再是二然后三四啊，然后到后面换快了就是直接先把五弦换的再快也是先把五弦先抓住啊，然后后面这三个指头就可以一起上去了啊，一般换的快了后面三个指头可以一起上去，但是肯定是先上的是这个食指，因为食指啊就相当于一个定位。嗯，因为这种指法 BM 指法它是根音在五弦上，所以 BM 一定要把这根音定位找到了，然后其他的手指再上去，定位找到再上去，定位找到再上去啊，是这样子，好吧？所以除了 D 到 BM 以外，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先去找那个食指的横按。我们今天如果讲那个 F 和弦也是一样的啊，这些和弦你首先是要把根音的位置找到，其余的就跟着根音以它为坐标器啊，别先换下面啊，然后不要这样换啊，不要这样换，你别看他们这儿离这个好像是离这个 DM 的这个稍微近一点，但是要先它的，因为这是不合原理的，它的原理就是得先找到BM 的这个坐标，它的坐标是以五弦为根音啊，它的零点就等于你要画一个曲线，你先要找到坐标轴的中间这个零零零逗零这个点，
它就相当于坐标轴的一个原点，那一定要找到原点，再去以它为一个参考去压其他的手指，好吧？啊，其他的和弦换那个 BM 也是一样的 ，EM 换 BM， 先是这样，再这样，然后还有 C 换 BM， 看，我看我换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多去注意一下啊，多去观察。弹完以后，食指慢动作就是。这样好，那把这首歌的这个和弦换几遍，大家来，把这个四五三六二五一换一下啊，还记得吧？四五三六四五一吧，嗯。然后后面有一个四级，四五三六六级变小变大的一个和弦，那、其他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先弹一下。先不用唱啊，先弹着打着拍子啊，把拍子打会了啊，一二三四，一定要不要着急，慢慢来啊！把拍子打稳了再去唱啊！不要拍子都不会打就去着急唱啊！以后所有的遇到的歌都是一样，先把它不要唱，把拍子打稳了再来啊！好，我们准备唱。我看过沙，三弦啊，三弦的这个音啊，如果找不准音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三弦。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好、大家在弹琴之前一定要把弦调准啊，不然不对的音会很影响耳朵。好，那这首歌大家怎么样啊？我看好像交作业的很少。对，有同学交作业了啊。有个问题就是节奏，就是弹的时候节奏是没有问题，但是弹和唱一结合在一起，可能就出点小问题。它是这样，先是空，我看我杀啊，是这样的节奏。我再慢点唱，大家可以给我打拍子，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啊。三四，空，我看过沙，我下暴雨，空，看过大海，请问鲨鱼。当然你不用把空唱出来啊，心里空一下。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好，这就是第一段，怎么样大家？只要这一段大家学会了，后面都没有问，其实问题不大了。
好，大家练得怎么样啊？我们把这个副歌主歌连着副歌整体再唱一遍啊，就过了。我们一起来啊。我看过沙漠下暴雨，你前奏可以再把这个四五三六四五一弹一遍，然后脑袋里可以想着这个级数啊，四 C 五级 D 六级，哦不，三级 BM 六级 EM， 然后再四级 C 五级 D， 好，一级四五三六四五一，好，准备唱。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黄昏亲吻下雨，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好，接下来。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好，这个主要就是和弦换的比较快，那如果和弦换的不熟的同学多练一练啊，把和弦换熟了整首歌就 OK 了，然后再把节奏找准啊，把节奏再找准。嗯，其实整首歌很简单，然后再多学个 EM 和弦啊， E 和弦，看一下 EM 到 E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待会儿也要从这个 EM 和 E 这个和弦大家看清楚了啊，去推导 F 和弦。好，再把这个副歌大家来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练一下吧。嗯，平时可能自己练琴比较无聊啊，那上课的时候给大家点时间来一起练一练。Hello， 弹指之间。我们先把这个练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随时问。没有问题，我就等着大家作业了。好，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 OK 吧。如果没有问题了，可以在弹幕里发一个一啊，没有问题的弹幕里发个一。来，最后再唱一遍吧。听过火找一下调啊。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啊。大家唱一唱啊，大家唱一唱，还是挺好听的这首歌啊，如果把它节奏啊什么都唱准了，然后也挺练这个锻炼换和弦的能力了，因为这里面基本包括了基调所有和弦啊。好，今天我们学一个新的 F 大和音啊，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先编辑一下，先打着字儿，然后我先记着，然后待会儿回答你。
F 大和弦，那其实大家看一看，先按一下这个和弦，看看能不能按出来啊。这三个点先不用说了啊，这个横线一个箭头，它就代表食指同时压着，你看它从六弦标的一弦，就等于同时要压着，从六弦要压的一弦。那它出现在第几品上呢？如果左边它没有特殊的标记二或者三数字的话，它就默认是第一品啊。这个和弦图就是一品、两品、三品，那它就是压在一品上食指。那剩下的三个指头呢，看着这个和弦图，也就是压在三弦的一品和四弦、五弦的分别压在三品上啊。这就是 F 大和弦，稍稍的比 BM 大和弦难了那么一点点。大家这么压一下啊，先试试，压不出来很正常。先从六弦开始弹，记住啊，它的根音是在六弦上的，根音是在六弦上，根音是在六弦上啊。那我们先从六弦弹到一弦，看看它能不能出声。二弦可能不太好出声啊。如果觉得特别难出声的，就是特别是就是三根弦都出不来声音的话，你可以试着把这个和弦，都是因为一样的指法嘛，我们现在练的主要是指法，把这个来练，把这个先推到六弦五品，把它推到五品来弹一下，它会比一品要好按很多，因为第一点一品这个弦比较紧，因为它靠近这个琴头，所以它这个弦不太好压。第二呢，因为它的品距比较宽，这个品格的距离有点宽，所以它没那么好压，相比于前面啊，相比于五品，那五品是比较好压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按着五品这个和弦。Hello 彭毛少女啊，不玩不玩，正好我们今天在讲 F 大和弦，你先把这个和弦压一压啊，一品压不稳，那你先看看从五品开始压这个和弦能不能把它压准，看看一弦能不能发出声音。如果这样的话，一弦可以发出声音的话，你就记住这种感觉，你是怎么样控制你的手指的啊？你是手指是什么位置？多压压，找到感觉，歇一歇，再去压 F 大和弦，可能就会好很多啊。对，必须得一根弦一根弦的去弹，你得去听听到底哪根弦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去调整一下啊。二弦发出声音啊，我刚刚也说了，二弦是比较难发出声音的，因为我们的手指的构造，它就是下面这块食指下面这块肉，就是在二弦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骨头的啊，是很难压到的，所以说调整食指的位置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和弦啊，它主要是用食指压哪些弦。我们说这个拨弦啊，这个和弦发出声音，它是由后面的这个手指决定的啊，决定的。那后面这个二三四五弦，它都由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它压制了啊。那这个食指不管压的一品有没有压到，它都不影响这个和弦。所以这个和弦 F 和弦只需要我们把六弦和二弦和一弦，左手食指，只要把这三根弦，集中精神压住就可以了，专心把这三根弦压准啊，最重重点啊，重点把这三根弦压准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还是弹不出来声音，可以试试中间这个，从五品开始弹，就是中间这个小点儿，好，然后你练练可以先歇一歇，这个地方其实就练我们的这个手指的手的这块肌肉啊，这块肌肉多练练。那其实还是有一点巧劲的啊，练大和弦，不管是 BM 还是 F 和弦啊，它的巧劲在哪？它除了比如说 F 和弦，除了要用我们这块肌肉以外，这样夹着它啊，使劲压紧以外，还可以用到我们的胳膊啊，整个身体
都能来运用啊。那我们刚开始学琴的时候不是说抱琴持琴姿势吗，我们右手这个手肘放在这个这个弧线的位置啊，这个琴身弧线的位置靠着以后，我们右手手肘向里，然后它不是一个三角形吗，大腿根部啊，大腿的这个地方啊，大腿上和这个手肘和我们的胸前，那它这么往后撑，这个琴品这个琴颈是不是要往前倾，那我们左手顺带的往后拉就可以了啊。它这种拉力其实也是把我们的核心压得更紧的一种力，所以巧用这种右手向前推一点，但是不要太夸张啊，右手可以向后一点点来一点点，然后弹的时候左手再往里拉，其实就是这样啊，左右手都往下啊，左右手都往后拉啊，这种力量啊，对抗的这种力量，然后再加上左手的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中间这块肌肉的力量，就很好把它压出来啊。然后它的原理啊，它的压法和食指的要注意的点其实跟 BM 差不多，不用就是很正的去这么压，稍微斜一点，稍微什么斜过来一点点，然后靠近品丝，但是不要碰到品丝啊，碰到品丝它就很容易发出滋滋滋的声音，然后也容易你稍微一不注意就压了下一个音了啊，所以靠近品丝不要碰到品丝，然后重点是在五弦六弦和一二弦啊。压一压这个和弦，然后分解和弦，多弹一弹，看看哪根指头，可能大部分都是二弦，或者是二弦，或者是一弦发出声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啊。压了大概有三分钟了，大家可以歇一歇啊。你一直去压，说不定就肌肉累了，它就容易疲惫啊，压不出来。那你可能压着练着练着练着，你歇一会儿，哎，一会儿一练，一会儿再一压，哎，突然一下就都可以压上了啊。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有点累，让歇一歇。然后我们看这个和弦是怎么推导而来的。我们昨天上节课讲的是BM 和弦，那 BM 和弦它的根音是在五弦上，对吧？那 BM 和弦根音在五弦上，一般都是用这个开放式和弦去往后推的。那根音在五弦上的 BM 和弦，我们先看一下，它是由 AM 和弦往后推的，对吧？推导出 BM 和弦。再复习一下，这个二就代表二三四平啊，二就代表这个第一平是二平啊，第一行是二平，二三四平。然后 AM 由这个指法整个向右推啊，上节课应该大家都听过了。没听过的可以去看看回放，都去看一看。往后推推一个全音，也就是大二度，也就是两个品格，往后推两个品格。那空品是不是要往前推两个品格就到二品了？那就相当于 AM 向右全部啊 ，AM 整个所有的音向右平移一个大二度。那我们数一下就知道了 ，A B 啊，下一个就是 B 啊，比 A 高大二度的就是 B。那 AM 推的也就是 BM 了，那如果是 A 大三和弦全部往右平移一个全音呢，那就变成了 B 大三和弦了啊。大三和弦向右平移推导出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向右平移推导出小三和弦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好，那这是BM 和弦，我们再压一压啊，复习一下，它是一个小三和弦 ，AM 向右平移。那今天学了 F 和弦，就会发现 BM 和弦真的稍稍好压一点啊。推和弦听着有点晕哦，推和弦啊
AM 和弦 AM 和弦 A 是啥 A 是什么音你知道吧 A 是拉这个音对吧拉这个音后面这个音拉这个音是五弦的空频对吧你这些基础都得都得要特别熟练和弦具体由什么音组成的你现在可以不用知道和弦由什么音组成的啊你只要知道它是由大三和弦是由一三五这三个音导咪骚这三个音组成小三和弦是由一降三五导降咪骚这三个音组成就可以了那我们说的推导你不需要知道它缺陷的什么音对吧也能推导呀比如说 AM 这个和弦它的根音是拉你不用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三个音里面的根音是什么就可以了啊那拉这个和弦那拉这个音向右完全平移的一个全音是不是就变成了西拉西对吧那整个这个根音向右平移的一个全音那其他所有 AM 组成的音组成音里面的其他两个音也向右平移一个全音那就等于相当于整个这个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向后移了一个全音那 AM 不就变成 BM 了吗因为 A 后面是 B 啊就 AM 后面肯定就是 BM 了嘛 ABCDFG 这么排列的 CDFGAB 这个一定要非常熟练了 CDFGAB 导里面骚拉西1234567看到 AM 想到它的根音就是6看到 BM 想到它的根音就是7那6到7拉到西是不是一个全音啊那一个全音在吉他上是不是一个隔一个格子就是中间空两品那空弦到二品只有空两品那所以 AM 就推到 BM 这非常简单了就是向右平移就行了那 BM 再向右平移一个半音就是 C 因为 B 到 C C 到哆是一个半音这是我们之前讲了一两节课了这个而且每次都会提到的这个音阶和音程的关系导人咪发骚拉西刀 CDFGABC 然后它的音程是全全半全全全半如果这个还不太明白或者是不太熟练就一定要多去看看第二节课然后那节课是重点的去讲了一下这个音程当然我们最后一节课也会复习但是你如果不太知道这个在之后可能那几节课比如说今天这节课听的就比较费力那可能我猜大部分同学都是能听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熟练需要花一点时间比如我说到 A 可能还要反应一下可能是6还是7说到 B 是3还是4还是7一定要特别熟再平移一个全音就变成 C 当然不是了我刚刚已经说过一遍了蓬毛少女 BM 到 C 是一个半音呀对吧 ?BM 到 C 是个半音怎么能是一个全音呢而且 BM 向后推一个全音应该是也是 C, 也是升 CM 呀应该是也不可能变成了 C 呀小三和弦向后平移总是小三啊你不可能 BM 推成 BM 推成什么大三和弦了好想一想考虑一下思考一下然后再去决定再去想一想看看自己对不对就等于自己先自我检查一下然后再问好这是 AM 到 BM 然后呢今天我们是讲 F 和弦我们 F 和弦是用 E 推导而来的一个道理 E 的根音是在六弦上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按一下 E 我们上节课刚讲过这个 E 的和弦好那 E 推到 FM 推到 F 该怎么推也很简单嘛就等于这三个指头不变就等于全部平移我们上节课都拿变量夹给大家说了那个我记得陈已经说了变量夹加在一品上对吧按着 E 和弦这是什么和弦这就是 F 和弦啊对吧
能反应过来吧？变调夹加在一品上，我按 E 和弦的指法啊 ，E 和弦的指法，它就是 F 和弦。大家要知道，现在我们学的这些都是指法，都是指法而已。它恰好这几个手指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是这个和弦而已。但是要知道，我们在之后在学音乐的过程中要知道，只有就是这些指法只是为了让大家很快的去压到这个和弦，但是它的本质上是音构成的啊，音构成的。那我们现在不给大家讲音，是因为我们指法都还不熟练，吉他是一个比较容易入门的乐器，就因为它把这些指法掌握了，它就能很快的去弹唱了，而且这些指法比钢琴来说好压很多，好记很多，但是我们学到后面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音构成的啊，这就慢慢讲了啊，这就是因为一个和弦它就有三个不一样的音组成，这样的话大家现在可能连 CDFGAB 导人苗萨拉西全全半全全半这三个最基本的关系都还记得不是很清楚，那再去讲构成音组成音的话那肯定是有点乱了。我的建议就是先把这个基础知识给大家一点时间，就是在练这些和弦的熟练度的时候多去记一记 CDFGAB 导人苗萨拉西12345567全全半全全全半，包括之后讲的大调小调，先把这些最基本的乐理，还有一些节奏大大大前半后十六前十六后八都消化消化啊，在我们学这些基础的过程中，在学歌的过程中，然后再把这些和弦都记住，转化都记住，好，把这些都记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去想这些音啊，然后是这样的啊。好 ，E 和弦它加在一品就变成了 F 和弦，因为 E 到 F， Mi 到Fa是一个半音，对吧？半音也就是一个小。半音就是小二度，也就是隔一个品格，空品到一品是一个半音，对吧？那空品是咪这个音，全部往右移一个格子就变成这样。我们拿食指代替变调夹去压在一品的六根弦上，它就是个 F 和弦啊。看我如果就是随便一压，二品如果不太用力的话，二弦我也容易空掉啊，可能大部分同学也像我这样啊，到二弦就有点懵了啊，懵音。怎么解决这个？就使劲儿，我觉得就是使劲儿，然后手稍微偏一点啊，你如果这样正过来，可能稍稍有点难压，这么稍微斜过来一点，它这个骨头就可以用到了。稍稍的斜过来一点点，好，这就是 F 大横按。好，多练多练练，你看大家都可以看到，压一下就可以会有很多的手印啊啊。手的印子，毕竟这个是钢弦嘛，但是不是很痛了，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压弦还会手很痛的阶段了吧。当然你如果一天练很久手也会稍稍有点疼的，但这不是，它绝对不是练琴最痛苦的地方啊。练琴最困难的地方不是这个生理上的痛啊什么，我觉得是要想的东西特别多，脑力很累，它其实是个脑力劳动，练琴啊，真的，因为你想这总共就导人咪发桑拉西七个音，他们有多少种组合，他们能怎么组合，然后变一个音整个感觉就变了，那它应该怎么变，然后前后的关系又应该怎么样，前后的关系一变整个什么调子呀也变了，这种感觉也变了，然后就是这些地方它是有道理的，有迹可循的，那就需要我们一直不停的动脑筋，所以说这是个脑力劳动，分两点吧，一个是动脑筋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技术也要跟上啊。
就像说一段话，我们如果口齿不清啊，或者是老是结巴呀之类的，或者词儿啊词语掌握的还不够，你再有想法，你表达的好像也不是，很能表达你真正的意思吧啊。你只要多去练一下你的表达啊，多练你的表达，练练你的口词啊，咬字，然后不要说什么生僻的字，不要带太多口音啊，然后多学些词语，这些它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讲我们要想讲的东西啊。然后想讲的这些东西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动脑筋想的这些东西怎么组织这些音啊，所以都要练。你不能废话连篇吧啊，然后脑袋里空空的，然后但是口才特别好，那就是很烦人。那就弹琴的时候弹得特别快，但是弹得很难听，那就很烦人。那也有些人技术不怎么样，就是口吃啊，或者是学的那个词儿也就那几种，就像说外语一样的，也就会那几个词儿，但是你想表达的东西特别好，你的想法特别好，那也不行，对吧？表达不出来，别人 get 不到，所以都得学啊。好，说这么多，大家都练得怎么样了？这个 F 和弦，嗯，好，这两个和弦大家压熟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调啊，一个是 C 调，我们现在所有的和弦都会压了，而且 F 和弦之前我们是用了一个代替的和弦，是 F 大7和弦，也要记得啊，这个和弦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和弦。那因为它并不是说它它的音构成的音其实比三和弦更复杂，但是它的压法恰好比三和弦还简单。捧猫少女弹的还不错，你就是去找你自己薄弱的环节去练就可以了。所有的人都一样，不可能我们上课每个人他的弱点他的弱项都是这一点。可能你扫弦扫的不太好，他是分解和弦弹的不太好。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和弦转换不太好，还有有人节奏不太好，你就去找自己的薄弱环节去练。如果你都薄弱，就一个一个练啊，就这样。击勾弦啊，击勾弦本来就不太好一练啊。那不是你的问题，会不会卡在这个大河岸，那就是那就看你们了。那反正这一关总是要过的啊。当初我记得我学大河岸，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技巧可言的。如果谁说啊，我教你大河岸的技巧，其实就是这些我说的这些，手指稍微往就偏一点点，靠近这一点点，然后记住发力点在哪儿。说起来很简单啊，但是每个人手掌的不一样啊，要靠的是你们自己去多练啊。我记得当初我是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就把这个完全压出来了，而且换和弦换的也挺熟的了，所以大家加油啊，就是只要把大河岸压会了啊。击勾弦其实没大河岸这么重要啊，如果不会的就先放一放也可以啊，因为击勾弦这个只是一个点缀嘛。对，这是只是一种点缀，但是要保证你把这些和弦都换熟了你才去加点缀啊，你不要一盘菜都做不好吃你把它摆得特好看，这也没有意义。好，那这六个和弦大家脑袋里过一遍，它的根音是什么，是在哪个弦上，应该怎么压，然后是几级，这些都要想到 C D M E M F G A M 啊。是有一些人就卡在大河岸上了，那不练也没办法啊。
这个也不需要天天花太多的时间去死磕它，拿起吉他每天练个一个小时啊，真的不需要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初学者完全够了啊。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你们可以练个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啊，然后到两个小时啊，基本上就很不错了。一天如果能练两个小时，你保证你半年的时间你就能弹得非常好听了。我们说的是总的有效练习的时长啊，而不是说你啊，有些人说我什么什么小学就开始学吉他了，但你总共才花了多长时间在这个吉他上，很正常啊。吉他哦，而且陈二弹的还不错啊，在我陈二应该是有基础的吧，不是零基础这么学起来的吧。在我练琴的时候，所有人都遇到想要锤琴的这个冲动啊，就总感觉自己的手哎怎么这么不灵活啊，我想让它压这儿它非不压啊，我想让它出声它怎么就出不来声啊。就是要跟锻炼身体一样慢慢的去练习的啊，然后去动脑筋去练习的。比如说 F 大和啊，你想它是哪根弦出不来声音，它为什么出不来声音，调整一下姿势，或者说是不是我的发力有问题，是不是我的力量还不够。我两个星期嘛，我刚刚说了，一般就是一般人，我那会儿天天练啊，天天练挺久的。那一般我给大家说个总时长，比如说我想我当时一天如果练两个小时，那十天就是20个小时，然后14天就是两个星期就是28个小时，对吧？我没算错吧？14×2，对，那就很简单啊，30个小时，你一天练一个小时，一个月就练会了；一天练两个小时，半个月就练会了；一天练3个小时，可能10天就练会了，就是这样啊。我们说总时长，但是只要一天如果超过3个小时练习，非常有可能你就是无效练习了啊。这个时间你得是有效练习的时间，对啊，普猫少女弹的还挺好的啊 ，F 和安也会，也会了。你不是，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说自己是多久能把这个弹下来的？换的不，如果成二换的还不太熟的话，就去多去压一压，多去各种和弦换一换。那如果说没有歌的话，你光换这个和弦是很枯燥的。所以说我们要配合一些歌，比如今天我学的这首歌。来弹啊，包括之前我们学过的歌，之前学过的这些歌 ，F 我们不是都这么压的吗？也可以用 F 大和弦试试了。然后 G 调的歌也可以用 BM 啊，把那个，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学 C 调的歌，里面用 EM 和弦，是不是到 B 调里面3级就是 BM 了啊 ？G 调里面3级就 BM 了，都可以练啊。好，那这两个调还有这两个所有的和弦大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可以发一个一，我们就来去学学歌了啊。一级大家可以这么唱一下，比如说C 调就是哆哆瑞咪发嗦啦，先弹根音哆，再扫一下啊，不是这样扫弦啊，这是叫爬音，一个一个去爬一下。Re Mi， 注意这个 Mi 是低八度的 Mi 啊。Fa Sol La Do Re Mi Fa Sol La， 好，大家就多唱一唱这个 Do Re Mi Fa Sol La， 一二 C D M E M F G A。好，下一个你也可以唱哆来咪发嗦啦，这是首调唱法。我们之后会讲什么叫首调，什么叫固定调啊。我们提一下，首调唱法就是你不管什么调，你遇到哆来咪发嗦啦西哆，你就唱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哆哆哆，你可以唱低八度。哆哆瑞咪发嗦。你也可以唱嗦啦西哆
都可以。好，那这个大家有问题吗？我看，或者是其他问题也行啊，有问题可以现在问一问啊，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啊，一分钟的时间吧啊。然后待会我们就把这首歌学一学，然后，好，可能就是不太熟悉吧，然后大部分人都，大部分同学都 OK， 听明白了。学吉他，不管学吉他还是学乐器，我觉得就是，如果自己练的话，不知道练些啥，然后老师告诉你该练这个，然后确定啊，就是练这个，然后你们就练就完了。然后练熟了以后，该练什么啊？老师告诉你该练什么就去练。好，那我们待会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现在先编辑一下，打在屏幕上，然后待会我给大家解答啊。这是 G 调和 C 调，大家应该都会了啊。这两个调的所有和弦，然后以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罗马数字。阿拉伯罗马数字啊，就代表他们级数啊，这个够大家记一段时间了，这两个调啊，至少一个月吧。比如说我说 G 调的1325，你就马上反应出来，13GBM2AM5D 啊，随便说的。比如说 C 调的1235 1C2DM3GM5G， 就是这样，多去背背这些。其实还挺多的要记的内容，对吧？然后包括还要技术上在吉他上来弹会。好，那我们来听听今天要学的歌吧。我先把摄像头关一下啊，我们先听一听这首《Hey Jude》，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听到这儿，哎呀，这个停怎么停在这儿了？我们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Beatles 这个乐队里面的这几个成员啊。非常非常有名啊，这首歌也挺正能量的，对吧？这首歌是这个保罗麦克特尼啊，Beatles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啊，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一个乐队，然后非常有名。然后里面有四个成员，然后这是保罗麦克特尼，现在还活着啊，现在好像七八十岁了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非常非常的啊，最近去年好像还出了一张新专辑啊。然后他这首歌是写给约翰列侬，约翰列侬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这个位啊，这位约翰列侬他第一个儿子就叫 Jude 啊，保罗麦克特尼写给John Lennon 的孩子的一首歌，因为他离婚了嘛，第一任妻子的孩子，然后保罗麦克特尼就怕他孩子不太开心啊，或者是难过啊，就给他孩子写了一首歌啊。刚开始好像叫什么 Judith 啊之类，然后之后就改名改成 Hey Jude 啊，反正就这首歌。John Lennon 非常非常有名的啊，40岁的时候就在纽约被歌迷一枪枪杀了啊。然后他写了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比如说 Imagine 呀这些。大家也都听过，然后这首歌《Hey Jude》是保罗·麦克特尼写的，他们两个属于乐队里面的最核心的两个人吧，就是大部分的歌都是他们两个完成的啊，保罗·麦克特尼和 John Lennon， 然后还有成员就是鼓手 Ringo 也很有名，现在也是唯二啊，只有他和鼓手两个人还在世，其他两个成员都去世了。这是鼓手现在还在世，也是七八十岁了啊。然后 John Lennon 是被枪杀了，然后剩下的那个，哎，怎么没有他的镜头？就他，保罗麦George Harrison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George Harrison 他在这个 Beatles 的音乐里加了很多印度的元素，然后他也是癌症去世了，反正是零几年就去世了。反正Beatles 的四位成员都非常有名啊，而这个乐队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乐队啊。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介绍一下这个乐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该怎么弹啊。刚刚也看到那个歌词了啊，所以也不是很难，这些单词也都是比较简单的单词啊，高中的单词词汇。那我们先看看，先不用着急怎么弹的，先看看你们用到了什么和弦。哪些有不会的，他用到了
分解和弦和扫弦啊，和弦就是 这六个啊，很简单 ，C G， 它是一首G调的歌啊 ，G调的歌，然后用到的就这几个和弦啊，我们去用 C 调去弹，因为我们今天要学 F 嘛 ，F 和弦，所以我们用 C 调来弹一级啊，我们看它级数是一级、五级，然后这是一级的大。一级的属七啊，待会会给大家讲这个和弦，然后四级、二级，然后六级的，这是也是属七，所以看其实只有这四个和弦，后面这两个都是属七和弦啊，都是他们两个的变化和弦，一、四、五和二啊，主要就是这四个和弦。那我们练主要就是练这个 F 大和按，那它的右手的节奏呢，刚开始的时候是分解和弦。当跟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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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模仿他的钢琴咚咚当当当当当当这种注释和弦啊，那吉他就这么弹。那到后面，副歌部分呢就变成扫弦，下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上，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啊，就是循环一遍下下下下上。那其实跟七里香那个挺像的，对吧？窗外的麻雀，七里香是下下下上，只不过是把那个七里香前面那个下第一拍，一拍一个向下，变成了一拍两个向下，八分音符的向下，下下下下上。好，我们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在吉他上来弹一弹，来看一看和弦。我们先说啊。先说和弦，这个前面这四个和弦大家压一下应该没问题， C G F 大和按 DM DM， 可能有同学有点忘了啊，还有同学是这样压的啊，现在就不要用小指去压了，用中指无名指压啊，中指无名指和食指分别压在一弦的一弦一品啊，然后三弦的二品和二弦的三品，然后根音是在四弦，根音是在四弦上。好，弹一下，根音在四弦上。啊，这四个和弦没有问题。然后 C7 是按着 C 和弦的基础上，用小拇指去弹三弦的三品。在这基础上，小拇指按着三弦的三品，这是 C7， 大家试试这个小拇指能不能压长，其实也不是特别难了。然后 G7 我们已经学过了，对吧？我们刚开始说 G 啊，如果说 G 和弦小拇指压的有点困难，我们可以用食指去代替。我们可以用食指压一弦来代替，所以这个和弦大家都学过。那主要就是 C7 是稍稍有点陌生的一个和弦，压着 C 和弦，小拇指压在三弦的三品就可以了，正好小拇指是在三弦三品这个位置，所以压紧就可以了。那根音是在五弦，它不变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它的和弦的部分，和弦的部分。然后下面就是右手。两个节奏，一个是分解，一个是扫弦。那分解和弦怎么弹呢？随便压个和弦，比如今天我们学的 F 和弦，它是根三一二三啊，第一下它永远弹的是根音啊，有时候是五弦，有时候是四弦。你看啊，这几个和弦 ，C 和弦是五弦 ，G 和弦是六弦 ，F 是六弦 ，DM 是四弦，所以四五六三根弦都有用到了。那先，我们今天既然重点学 F 和弦。那我们就按着 F 和弦来弹一下这个上面这个分解和弦的节奏。哎，不是很容易哦，这个很容易，就是二弦不是很容易发出声音的。如果说实在发不出声音，你把变调夹可以夹在四品上，我们去弹一弹啊，把变成一首E调的歌了。这样的话明显很轻易去压啊，这个 F 和弦就变得容易很多了。
怎么样，这个大家压的还好吧？F 和弦，一二三四，四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最后一拍 A 啊，最后一小节三四，好，这是 F 和弦。好，那我们就先稍微歇一歇吧，压了挺久了，然后可以用手用压一个简单调的和弦，压 C 和弦。按着 C 和弦，我们来练练下面这个扫弦的部分。扫弦是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上，就这一个节奏，一直循环就可以了。好，分解和弦练完，分解和弦。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弹，咚咚当当咚咚当当啊，你也可以咚咚当当当当当当，都可以啊，我们还是很自由的啊，不要把这个学得很死板，就是它只是一种建议，我建议你就是按这样的弹，那也可以弹两下啊，咚咚当咚咚咚当咚，也可以五三啊，跟三一二三，跟三一二三，也可以跟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么弹啊。然后你可以试试这两种，你喜欢哪种用哪种都一样的。下面这个扫弦是，比如说按着 F 和弦吧，下下下下上，一定要把拍子打起来啊。第一拍下下，第二拍下下上。连起来下下下下上，所以分开先打会了再连起来啊。我看有些同学在作业里打着这个弹扫弦不太打拍子，不太好啊。扫弦一定要把拍子打上，可能你会觉得后面这个下下上，然后在手上弹着，再加上脚上的拍子有点手脚不太协调，那这个就需要再去练了啊。下下上，这就需要去练练手脚的协调性。一定要练熟，因为之后我们弹的时候一定要用脚去打拍子啊。弹复杂的节奏的时候，你如果不去打拍子，你都不知道去弹的是哪一拍了呢。好，弹四遍就 OK 了。怎么样，这个歌里面的这些内容大家学的都会了吗？记住这几个和弦，然后再记住这个，再记住，这就是这首歌里面所有的要记的内容了。可以把这张图也截一下啊。啊，那这幅图也就是这首歌里面的所有的知识。好，没有问题，我们来看看这首歌啊。我们先分析一下，拿到一首歌从头到尾看一下。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这是主歌一。Hey Jude, don't be afraid, 一模一样的主歌第二段，最后副歌啊。所以它是主歌副歌，前两段是一模一样的啊，前两页是一模一样，后一页会是副歌啊，会有点差别。和弦也很简单，一级五级五级一级，
然后四级一级，五级一级，嗯，这首歌大家有听过吗？就除了刚刚听那一遍啊，之前也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多听一听啊，这个很好听的一首歌，也非常经典啊，那来唱一遍吧。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don't make it better. 大河岸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主歌第一段，然后主歌第二段一样的和弦，不一样的歌词儿。Hey Jude， 在 Jude 的 Jude 这个字上，它那个五弦啊。Hey Jude，Don't be afraid，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好，它是什么意思呢？就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别想得太糟，然后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然后唱一首伤心的歌，然后让这一切变得更好。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你记住要让它、唱进你的心里啊、然后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就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了。然后就是 don't be afraid， 别害怕 ，make out and get her。我们生来就是会恐惧的啊。但是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 但是当你把恐惧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就是这怎么翻译呢 ？Under skin 是皮肤，就把它藏在你的皮肤下，藏在你的心里，你就可以过更好的，你就可以让它一切都过去，然后开始新的生活了，然后到副歌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Jude, refrain。任何时候你感到难过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请别难啊 ，refrain 就是克制自己啊。不要去沉溺于这种难过啊。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 啊，别让这个世界都放在你的肩上啊。For where you know that is for who play is cool， 就是只有傻子才会装作一切没有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啊，很酷啊。就傻子才会这样，by making world a little bit colder， 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寒冷、更冰冷啊。就是互相温暖吧，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应该要战胜恐惧吧。然后知道这个词儿，大家就可以唱的更有感情点吧，可能。然后刚刚我们唱了一下主歌，我们再来唱一遍。我发现这个调稍微有点烦，有点累。我们不用加变的加试一下啊，男生。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女生的调也 OK 吧 ，C 调。如果你觉得太高了，你可以把变调加在高一点的品格，然后唱低八度。先给自己两个小节，有点不准。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ather the meaning your letter into your skin. That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然后开始扫弦。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ate you, refrain. 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 For where you know that it is cool, who plays it cool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 大家可以唱的慢一点啊，到扫弦的这个位置啊，因为扫弦需要你左手换和弦换的快一点。我们再把这个扫弦的部分唱一遍，转换的时候啊。Then you can begin to make it better.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ate you, refrain. 再来一遍，你可以把这个扫一下，就像刚我，像刚刚我正好是换页啊，换页，然后我这样弹了一下，然后接着去唱，然后再从 F 开始扫也挺合适的啊，要去试着自己创新一下啊。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ate you, refrain. 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 For where you know that it is fool who play it cold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好，然后这就是整首歌。其实歌曲还行吧，不是很难，主要你把这个 F 和弦掌握了，然后把这一页所有的内容都学会了，就很容易了啊。好，最后我再带着大家来弹一遍，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待会儿可以问，好吧。先分解和弦，打拍子，弹两遍，唱 Hey Jude.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t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ather the meaning her under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And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ate you, refrain. Don't carry the world.Upon your shoulder. For where you know that it is fool who plays it cool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 好，那这就是整首歌我们的演唱啊，然后只要把之前我们教的这些都学会学熟了，然后把拍子掌握好了，歌多听几遍都不是什么问题，好吧。好，那今天啊学的内容就这些，大家怎么样练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现在可以提问啊，然后我给大家布置一下今天的作业。F 和弦学会了，然后弹唱这首歌。
那这首歌可能有点对有些同学来说有点难，包括可能是发音上的，不管是就是英语发音上的还是这个和弦转换上的困难。那如果是有能力刚刚断了，如果有能力的同学可以把这首歌整体啊弹一遍，如果说不太会扫弦，你可以就把分解和弦弹一下，然后当作教一下啊。那或者是如果这首歌你实在是弹的有点生疏，你可以把 F 和弦压会以后，把之前任意一首歌来弹一遍啊，用 F 大横按，只要涉及到 F 大横按的歌都可以用 F 大横按来试着弹一遍，好吧。好，那最后对孙燕姿版也很好啊，就是你们喜欢听哪个版本都行啊，都 OK 咯。好，那最后给大家听听 Beatles 的歌吧。Beatles。当然很多 Beatles 的歌现在都要版权，然后大家如果需要要听的话必须得去买啊，买版权。那我可以用我的账号，因为我把 Beatles 的歌都买了。能横按能搞定就可以了啊，没有问题。这首歌除了这首歌我想想还有哪些比较有名的歌。Beatles, 我们听听 Yesterday 吧。Yesterday。时间还有恋分之人啊，拜拜。Fireworks this 4th of July.
overkill.